来关心星期五的天气，今天各地天气慢慢好转了，这南边北上的云系逐渐开始减少了，您会发现这水汽慢慢的在东移了，所以降雨的几率大大减少，白天的温度也比昨天回升，今天北部整天偏凉，落在17度到21度，其他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，落在17度到27度。今天的天气明显转干了，您看今天降雨只集中在这北海岸、基隆、宜兰等地有短暂雨偏湿凉，其他地区天气都偏干爽，多云到晴，可以看到阳光露脸。到了明天星期六，这天气还会更好，到了礼拜六，气温更是明显回升了，您看到到了周六，明天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转干，转为这西半部多云到晴，东半部还是有点零星降雨。而说到跨年期间的天气，星期天水气偏干，但是注意到星期天又有另一波东北季风要南下了，但各地天气基本上多云到晴，这波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气比较少，所以跨年的时候这雨势集中在迎风面、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，在跨年夜还是有降雨机会的。这波东北季风在周末白天降温幅度不大，呈现北台湾偏凉，南部甚至有点微热，但是注意到跨年夜入夜之后的清晨，这辐射冷却发威，气温都会偏低，到了北部平地跨年夜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11度到12度，一路到了这星期一元旦清晨温度都偏低，所以提醒观众朋友，这跨年倒数或是要追曙光，长时间在户外运动预必要保暖了。那么到元旦白天，各地晴朗稳定，到了下周二，温度更是明显回升，呈现好天气的形态。今天小叮咛提供给您，今天北部地区转干了，多云到晴，但白天温度偏低，天凉，出门还是要加件外套。今天雨势集中在北海岸跟东部地区，记得携带雨具。中南部日夜温差大，这穿搭上面呢，可以选择洋葱式穿搭。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预测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